近日，综艺战至巅峰选人环节，黄明昊和胡夏都想选杨幂。杨幂是电竞香饽饽吧？去水赛从两星直接到五十星，幂姐太猛了。女士优先，女士优先，我们石头剪刀布吧。嗯，没事，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吧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哎，我，来，咱俩再剪刀布一下。我选幂姐，来吧。我如果刚才石头剪刀布没有输给你。随后工作室晒出杨幂美照，没想到杨幂工作室的图居然是黄明昊拍的。 Justin 镜头下的女明星又多一位，哥哥这摄影技术真心不比专业摄影师差啊。还别说，在黄明昊的镜头下，杨幂终于又美出了新高度。相较于昨晚专业摄影师给杨幂拍的那几张糊图来看，黄明昊拍的这几张明显是好的太多了。杨幂扎着高马尾，戴着灰色发带，很是青春活力，配上技能风外套，酷飒十足。拍摄中与 Justin 配合默契，大幂幂真是太美了。